Hey, 大家好，我是杨江山，我出生是在台中县大甲镇。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小孩子，基本上所有的玩具都会自己动手来做，就因为自己动手做玩具做习惯的关系，所以在国民小学毕业以后，我哥哥他就邀我说我来三立做雕刻，跟他学雕刻，我就欣然的答应，就13岁就到三立来了。那时候刚好都是整批整批的都做日本跟欧美的工作，那时候外销非常的昌盛，所以那时候的量是属于比较大的，我们会一直重复的在做。80年代正经济刚好正雕刻三立雕刻做得非常好的时候，那要开放两岸相通。啊，以大陆第一人的公司来讲，它基本上都会竞争到我们量比较大的市场，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自己非常稀少的，像是巧雕创作这一类的东西，就是一件作品一样，其实它量是非常少的，它基本上撞击会比较少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也会一直钻研自己的东西。相由心生嘛，反正自己的心里面想要做什么，那你就会看到什么木材它会变成什么形状，然后你依照木材的天然的形状下去做巧雕。我在这一块虽然都题材不限于是说动物啦、人物啦，反正唯材适用。我的工作上是跟环保木材它是非常连接在一起的，人家不要的，人家要当柴火了。然后我们赶快将这一块木头救回来，然后再赋予新的生命，再创作起来。因为起于风化木的话，就是希望说，它是因为树跟木它不一样的地方，树它在生长的，木它已经倒下来的，所以我们去拿这个木是已经倒下来的木来创作，对于大自然它是一种非常非常谦卑、非常谦卑的一种心态。我在创作的过程中，其实基本上还是以木材、珍惜木材为最主要。没有很好的想法的时候，我还是尽量不去破坏木材为原则。